佳琪打来电话，结果是个男生的声音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油泼面，我就磨叽啊。哎呦，你没事抓紧。哎，给我捶一把，咱俩慢慢说。我找你有事儿。电话谁给我的？是我新老的。哥，怎么是你？我靠！恭贺你听我说。太离谱了吧！你秦建刚，你秦建刚，我建刚，哪个马桶盖子没盖好，把你放出来了啊？怎么说话呢？什么什么什么过分啊！就他这学历，我也理解。我呢 ，Chris， 自由投资人 Chris。什么时候起了个裁缝名了啊？当年劝我们一波跑了，现在回来成投资人了啊？你过分了！你还敢信这种人啊？啊，还把他带到家里来？我现在做的是高端酒店，投资还是佳琪帮我搞定的。行，这种名你也是。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不一样吗？你给他多少啊？这种人你也敢信？出去！当初是你把他赶走的，现在你还舔着个脸回来，你怎么想？钱哥，我用你管。你出去！来，出来说，是爷们出来说，来，出来。佳琪是让你出去。佳琪，我不走啊，我就在门口，有事你叫我。